大家好啊，依度系屋伦唐人埠吓，美国加州吓啊，小弟带大家睇下咩叫美国加州吓，依度系啊放中心啦，嗱俾大家睇下啊吓放中心啦呢度，就系唐人区，啊小弟带大家行一圈啊里边啊，同埋依今日嚟摆街会。大家跟小弟去睇下好冇？就俾大家睇下大家好，小弟介绍下，呢度系卖双拼饭，双拼饭就咁啦，有烧肉，有叉烧，双拼啊嘛，嗱，叉烧，唔系好正咧颜色。叉烧、烧肉、菜，呢啲唔使讲系汤啦，白饭就咁。好，小弟啊，请大家食下叉烧肉饭先啦。只烧肉睇你个皮
脆唔脆，就係靚唔靚嘅燒肉啦。啊，而家係年三十晚啊，好，小弟請大家食嘅燒肉飯先嚇。我就好哇，叉燒，講乜嘢？你都嘥氣啦！熱得幾好嘅味道，唔錯。叉燒唔錯，我又試埋白飯先。啊，試下白飯先嚇。好，小弟請大家食白飯啦。好。小弟請大家食白飯啦。嗯 ，OK， 好啊，食得下，唔差下，系个款又几靓，食都唔错，猪肉好脆，叉烧热得好好啱味喎，好，请大家试下汤先啦，有咩汤？豆腐碎肉汤，呢个应该系嗰啲海带啊。海带汤，海带豆腐碎肉汤吓，好，小弟请大家食下海带豆腐汤。系，咁啊年三十晚啊，唉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啊。哇 ，OK 喎，啲海带汤，好，再饮一羹添。唔錯唔錯，啊！依度食飯咧就跟埋杯茶俾你啦，啊！跟埋杯茶俾啊你啦，好啦，係時候講聲拜拜啦嚇，啊！大家新年快樂啊！大家好，小弟就录俾大家睇，呢个叫牛奶炖木瓜啦，简单单啦，牛奶炖木瓜，有嗰啲唔知呢个唔知系嗰啲花胶乜鬼嘢嘅，系哇粒粒粒粒嘅，哇几盏鬼嘅，牛奶炖木瓜，跟有啲似花胶乜鬼嘢，粒粒，好。咁啊，而家就小弟試食俾大家睇下先嚇，睇牛奶炖木瓜點啊！小弟請大家食下，甜甜地，有牛奶味，有少少牛木瓜味，有少少啲似花膠咁啊，咁啦，有少少特別點啦啊！咁都 OK 嘅，大家都可以試下，好，係時候講聲拜拜啦。